这个花叫金棉玫瑰，这是从云南寄过来的，就是孩子他姨父给寄过来的。这花特别的香啊，它有又是也能起水喝。什么？我这个啥？我死命一个钱，一个钱。那花上你要问，过了再上你了吗？出来呀！这个花，他们寄的时候可能少一点。已经少了，美梦梦不过来。抱着你长啥？更美更美。对。这个金棉玫瑰啊，特别香，它不多干，还需要晒一晒。好、oh。
这个金棉玫瑰啊，喝起来有清新蜜香的感觉，这个香味特别浓。